的原因，所以人才会从中山客好你是不是？啊，是是是，大人啊，一来二去哦，我不骗人的山客，我是往冤枉的啦。你善良慈悲，我嘛知，甲你冤起来。第二张嘴不应该，竟然骗个你骗婚，论起你的后生，你今日记住阿娘车咯，要哪有可能骗婚的道理，是不是哩吼？是是是，阮叫为人正直，不能讲骗婚，我嘛袂晓你做啦。我嘛知影，你无可能会做这件代志，我甲你冤起来。搁个第三条不应该，竟然嘛害死人命，论起对方是你的亲，亲家门户，你要哪有可能害死人的性命？平常时你是连一只狗牙都唔敢打死，对唔对嘞？是是是，上天害你个！阿妹对，你无做，拢总甲你冤起来，写你无罪，写风。谢大人。刘大人啊，慢点过来。你我白白为官助理，为怎样你讲话，伫咧互犯人入咧？土产案件在我看来，你无够资格将你起诉起来。由本案以资格先来打告沈德堂。你快快口叫下来，要那无者将你当凶器。啊！大人啊，这件代志我真正一来二去拢无做，今嘛你要给我问了到底，我若不叫你，我去放伊啊！你操！到底叫叫不叫？大人啊，我年纪这么老啊嘞，你哪会当欠袂给你用啊？啊，这不好啦！要怎样？我知道了。